我来啊。你。啊，恁两个是连体婴哦，那台湾看到恁，拢连做伙。阮社区的人哦，感情拢真好啦，常常来遮抬杠啊。啊，人连做伙是爱着你的皮囊啊。啊，足新鲜呢，我嘛想要搬过来。吼吼，唔免唔通哦，你若搬来吼，大家拢搬走啊，相遇头一个，我甲你讲。为虾米？你为虾米呀？囡仔人问遐济要创啊？你来要创啊？你提迄个啥？等咯。哦，这是我妈咪讲要放伫遮，互人客食的糖果礼盒啦。哦，遮好哦，嘿嘿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做沙拉的材料啊。你毋是讲要教我做沙拉？不，啊，只有卵哦。嗯，啊，无过要传啥？啊，当然爱传，恁哥啊！你搁欺负啊？我当伊个顺着讲啊！哦，你搁要闹人啊？你继续做你的连体婴啦！不要大声哦，我来处理。无代志吼，来，这哦糖果礼盒，叮当当来吃，几块我来照顾，不是，我来应付。空啊！阿姨袂当吃。咩？你袂当吃，啰嗦啊，闪啦！啊！你做这沙拉是要做啥食的？恁爸妈？唔啊，我唔捌做过啥物物件互因食，我想要试看卖。想袂到，这么友好。我本来就叫友好，好无？好啦，安尼算你好运啦！你要做沙拉材料，我拢有啦，对我来啦。嗯，阿贵无伫个哦。过年啊，去送货啊。芳哥，啊，阮敢会当做一看？袂得。啰嗦你搁惦去哦，无问题啊。都回来啊！风哥流厨艺教室第一课，做沙拉。耶！是讲我唔知有啥物变做是厨艺教室，唔过不要紧啦。刷落来啊！第一步骤，倒水，把这水吼煮好滚，煮卵。啊，唔免煮啦。这卵我伫厝内底煮好啊，才摕过来的。你会晓煮卵？啊，我嘛会煮的啦。我就知嘛。安尼阿玲啊，你敢会晓煮啊？会啊。你敢确定？那听起来无啥自信啊？无啊，厝内底拢阿妈咧煮，哪有机会煮啊？因为我嘛会晓煮啊，伫去韩国的时阵，我等下煮来食。哇，项羽，你足搞的呢，后摆嘛你煮啊。煮一个卵就优秀啊，搞，安尼我们就厨神了。你足浮夸呢。我跟你讲哦，从今麦开始，你较有礼貌呀，因为以后我就变作是你的。是。啊？大声的啦。是。安尼唔该，差不多的。阿西刷落来嘞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嘛就把这马铃薯全部削皮，全部拢削，刚没伤济啊？风哥啊，你是要给几公给你的人吃哦？恁三个废话敢会伤多啊？啊，今嘛，莫阁讲啊，预备起！收紧走！哦，你给我教啦！啊，不会这简单，我来给你教。后生，你教我教啦！教我教啦！我袂晓啦！行行行！
羡慕你哦，吃皮这么简单，我要给你教。我跟你讲，就安尼啦，有无？啊？哇！哇！哼哼，哇！一下会走跳，就是爱像阮三安尼啦。哦，阿公阿公，比迄个汪医师搁较厉害呢。不愧是史蒂芬风格。哈哈，对啦，哎，阿公无继续讲啊，哈。嗯，阿龙下好啊。嗯。不是，要紧嘞，全部是我写的，恁三个是搞创掉啦，哈。因这也是我。我妈咪讲袂使使用食物件哦。啊，风哥，啊，这咱拢写完啊，啊，剩下来要做啥？你讲啥？你讲一解。啥物咱写的？全部是我写的啊！恁鬼啊！我来讲，忝死啊！我今嘛哦，把这清清的、收收的，这马铃薯腿后壁放啦。啊，要放倒位啊？嗯。后边。你唔知？我跟你讲，就把这马铃薯提起来，走来后边哦，放这，放这，知无？啊，放这就对啊。啊，这就垃圾要安怎清啊？还有这张啊？阮收摊唔知伫倒位啊？对啊，你讲这。这马铃薯皮哦，会当做肥料啦。啊，不过今嘛哦，甲集中啦，放做伙，等下提交边坑啦哦。遐个有哦。安尼，知无？啊？这碗要安怎？碗放遮，你看我内底，还是无来的，放遮哦。安尼，刷来，甲伊安尼放做伙就好啊。啊？是不是真简单？啊，要放底。不能做放底底。放小边。啊。你是头一次来许啦，哈，啥物拢唔知？你，听我甲你讲，真简单吼，摕起来，位后边，安尼，放遮，哦，安尼，嘿嘿嘿嘿，不是，我要一杯特调咖啡。哦，我加一。好啊，恁三个呀，规工诶，甲我创治啊！哦，啊，到底做唔着什么？什么阿贵你无滴诶？阿贵啊，你紧回来哦！叫啥？看啥啊？到底七七啦？欧巴。